轻松学习德语，快乐玩转德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门大学德语 A 的课堂，我是你们的德语老师唐甜甜，我的德文名叫莫妮卡，现在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，是一名研究生，攻读德语文学方向。我们这一门课是一门入门课，也就是吸引大家，让大家来看一看，哎，我们德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，并且有继续深入学习下去的兴趣。所以呢，我在我的课堂会一直坚持快乐学习的宗旨，会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更加的生动活泼。那关于课程内容方面呢，我们主要以这本外研社出版的《走遍德国 A1 初级教材》为基础。当然了，我也会做一些适当的改编，我会把书中出现的知识点呢，给它拆解成一个一个小节来给大家进行讲解，这样呢，我们会走得更加的细致。那除了拆分之外呢，我还会在课程内容中编织进来一些有关于德国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、知识以及奇闻异事，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课堂一起感受到德语学习的魅力。 OK， 那下面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德国吧。